2013年8月19日，天运癸巳年7月13，由香港飞燕洞主办的7749天水陆大教法会在四川大邑鹤鸣山道观举行。本次法会以祈祷解厄消灾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世界和平为主题，共由7个坛组成。鹤鸣山道观主持法会第3坛，第一坛和第二坛分别由北京东岳庙和四川成都青羊宫主持，第4坛将于8月28日在彭州阳平观举行。道教之音将做全程报道。